是波波董小姐 AV， 今天约了川大便在东区的一家 Play Me， 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吧。嗯，好舒服的感觉啊。Hello， 那你带的鞋子你有带吗？我有，我带了四双，因为我平常在台湾就有那个收集球鞋的习惯，然后今天带了 Easy Boost 350，大家都应该知道。可是这个配色呢，在现在应该比较少见的，它是 Oxford 10的配色，而且我本人也很爱这个卡其色，所以要跟大家分享它。然后这一双要跟大家介绍的是Air Max 97，它这个配色叫 Silver Bullet。然后那时候90年代啊就很流行未来的感觉，大家都很喜欢。然后它有一些线条，所以这双鞋子复刻了之后，超多人买来穿的鞋子。然后我也带了一双百搭的鞋子来，就是 Fans 新年推出的新颜色奶茶配色，在台湾超红，每个女生都要有一双。带了一双我本人最爱的鞋子，也是我收藏球鞋的第一双，非常经典的那个 Air Jordan 11代的 Bread 的配色。 AB， 你知道今天跟你约在这里是为什么吗？完全不知道。现实五分钟，就是用点手机搭出穿搭。第一个主题呢，就是星期六要跟男友约会，你是怎么搭呢？那我刚刚花了五分钟就完成这次的穿搭。这次呢，我就选了一个深蓝色的牛仔吊带裤，因为我想男生应该蛮喜欢女朋友穿吊带裤吧，应该蛮可爱的。我选的鞋子是 Air Max 97，因为我觉得银色还蛮适合这个牛仔深蓝色的感觉。那我里面呢就搭了一件细肩带的颜色比较可爱缤纷的一件内搭的衣服，然后还搭了这个他们家的旅行小包，里面的间隔蛮多的，而且我自己也有一个，其实蛮实用。如何？很可爱耶，谢谢。那第二个主题呢，是到台南一日轻旅行。好 ，Go。那这个台南一日游呢，我就选了比较宽松舒服的衣服，因为台南天气应该比较热，它也有一些小巧思，就是一些荷叶拼布在上面，简单利落之余又有点小设计，搭那个奶茶色的 Vans， 然后也选了一个 Play Me 的旅行小包，有一个比较不太明显可是也是非常舒服的棉麻的白色短裤，整个看起来呢就是很文青。来到第三个主题，今年夏天帅一波，然后我就选了最帅的鞋子 Easy Boost。 介绍一下上面这个上衣啊，我觉得很特别，它是一件剪裁很特别的衬衫，可是又加了一点牛仔的拼布的元素，然后而且还破破的。这条裤子是男装来的，这边的衣服其实是男生女生都蛮适合穿，而且它材质非常舒服，然后看起来又蛮斯文，就很帅啊。完成，谢谢，都好看耶，谢谢，也多亏这家店的选择非常多，可以让我这么顺利的完成这些穿搭。那希望大家喜欢，还有喜欢我的球鞋分享，那我们下次见，拜拜。